大功将成，切勿再分神。公主，此战你定。你胡说！为了惩罚三千弟子，撤剑吧。天佑，到你们忘了我们三个人的誓言，他们想弃我而去。此来只有一念长记几寸，扰乱流血纷纷，人乐一生。慕容紫英为宗主一职，不容拒绝。你记住，除魔未到，西夏光明了。纵然是公司也要收，可我却只身死地，人又怎可供出？可是你，竟然是一样子，竟成败家少年。你什么魔妖啊？在南湖人族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他也一直在保护我。洛山说，尽管跪下之后就死了。那场大战根本就是逆天，无逆天怎能改名？难道就为了这一个逆天改名，就而让那么多的同伴去送命吗？他们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？不要再去执着于那个圣天，也不要再去执着于那个学校，他的心中从来都没有你。你知道什么？十几年来，我殚精竭虑地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竭尽所能地保护秋华，我为的不是要掌门这个位置，我为的是让你身消七品，要与他一起成就大业。我素瑶只要这一切。我心中的话，剩下又有如何呢？若有来世，我必然要做个血长女子。这一招我一样会算在我魔妖头上。我该怎么办？怎样？不要！